从刚刚的我走路的过来的过程中，大家就可以看到说，我们新竹市很多路呢都没有人行道，那只有一些所谓新开辟的路才会有人行道，就比较郊区的才会有人行道，在比较所谓的市中心的部分，道路都没有人行道，而且即使有呢，也是坑坑洞洞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让行人呢有行的安全，那每一条道路呢要让大家很肃的在上面走路，这个是我当选市长以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施政的重点，所以希望大家呢多多来走路，让也可以练身体，也可以环保等等。